扫一下我们要的人，还猫了。哎呀，猫咪都在这里呀、啊，那吓到了。哇，你好，欢迎光临。天蚕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我们是有一个任务，是过来当员工的。我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家有宠物的店长李旭，那带你们看一下我们整个的这个工作环境好吗？好。 这个是给哥哥的，哇，谢谢谢谢，哥哥你吃那么多，<笑>哇，它好可爱，小狗这里啊，哎呀，好乖哦，你帮它按住啊，让它喝水水啊，很可爱，它的尾巴，小哥哥，给你的手给我啊，一只手，人家在吃饭，给手给你干嘛呢？帮我擦吧。 很可爱，很可爱。你干嘛这样抱出来？人家怎么吃？哔哔哔，小哥哥，小哥哥，这，拜拜。好了，每一个都有饭吃了，而且吃的很多了。那接下来我们要开始发布今天的任务了。我们需要分成两组，一组呢是帮我们把狗狗带出去散散步，另外一组是留在店里面帮我们来洗一条客人要求我们洗的一条狗。哎。 那怎么样吧？你要洗狗，你要洗狗狗啊？对。你想遛狗，就是跟狗狗去街上走，还是在洗狗啊？嗯。他说你快点选哦，想一下。我想。说。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姐姐本来也想去。 洗澡的，但是妹妹说完了，所以她想很久。怎么样？出去散。散步，她想很久，然后觉得让给妹妹吧，因为我觉得姐姐的个性也是这样。其实我也还在想石头剪头布那种，但是她自己选了，我就觉得嗯，那就可以了。你跟哥哥一组好不好？那我就跟妹妹一组好不好？但是你要听我说，每次你是半途而废掉了，对不对？ 半途而废，你这样意思什么意思吗？半途而废，半途而废，对。你每次都是半途而废的，你这次会不会这样子？不会，不要等到洗到一般了，突然间就变成我要洗狗狗，你就去玩狗狗了。你想清楚。记住。Promise。Promise。OK。好，来答应了哈。走，咱们去散步。再见了，拜拜，妈咪。我要跟你妹妹一起。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时候又改变了，等一下又是我自己做事了，拜拜了，我的姐姐呀！哎呦，原来是你呀！哎呀，小狗狗好乖，洗身上，就好像你洗身体。哎呀，它虽然很大只，但是它的感觉很可爱哟。 它一点都不是凶的狗啊！来，妹妹到我了，你来擦它，两只手，大力的擦，用力的擦，好像它很痒的感觉。对了，妹妹，你是不是以前洗过狗的？没有。你为什么那么厉害的呢？哇，它是不是很乖啊？我说那个，它很厉害。妹妹今天有帮到忙吗？ 哎，我觉得妹妹有进步哦，她完全可以去帮她洗啊，帮她擦啊，帮她弄啊，还帮我弄水啊，这样，我觉得她挺好的。你们走先。好，我们先走。哇，对，跑，跑，跑。对了，对了，它跑得太快了。你觉得遛狗累不累啊？不累。我觉得我好累啊。 真的遛它们好累哦。我知道为什么你遛汗，因为呢，你的狗不是很乖。我刚开始会担心大狗会不会碰到虫啊之类的，但是后来发现虫真的遛得很好，然后我就完全不。姐姐，姐姐，姐姐，你要不要喂奶？要。哎呦，好乖，好乖。哎呦，好乖哦，往高高一点。对了，要不是它吸空气了。 我也没有喂过这么小的，哇！哎，是不是有点呛住了？进去，没有，它是因为小，它很饿。
啊，没了，没了，没了，真的没有了。我们带他上去检查吧。好，好，好，咱们去带他检查。好吧。走了，走了。医生好。你好，你好。这个狗狗呢是新带回来的，十天，你能不能帮我看一下它？鼻子好像有点呛到了。真的？对。那怎么办？需要拿棉签。对，我们擦一下。好吧，好吧，对不起，医生，我们都是第一次。太小了，因为他没有母亲去带他，更点容易呛到。不像我们用，如果用母狗带的话最好。那医生，他妈妈去哪了？他因为是流浪的狗，因为这些小狗它是个品种狗，很多人可能就是说生了之后啊，不想要就把它扔掉了。哎，所以流浪狗其实还蛮多的。它会不会哭的？会哭啊，肯定会哭啊。它叫来叫去，它就想妈妈。这边正好还有一个之前的一个丢弃的猫，小猫咪。我们楼下老板娘捡到它的时候，这个整个这个腿是烂掉的，哎呀，骨头露出来了，后面没办法做的截肢。它有一只手着，另外一只手没个。哎，我一般提倡就是说领养，代替就是购买，对，关爱小动物。对对对，我觉得医生说的很对。但是我看见这么多流浪的猫啊狗啊，那些被遗弃，怎么说，被丢弃的一些狗狗啊猫猫，我们去想一下办法吧。 好，我觉得我们应该去号召一些人去知道这件事情啊，还可以提醒一些人真的要好好的爱惜你自己的宠物。那我们现在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他们知道呢？我觉得可以去一个大学，因为我也是一个大学生，所以我觉得咱们如果可以去大学宣传的话，一定会有不错的效果。那你要怎么去弄？我觉得我要不然在网上发一条消息，看看有没有人帮上忙。好好，快点发。好好好，快点发，快点发。就听医生讲了那些流浪动物的遭遇之后，我和艾大姐真的都很想做出来一些事情能帮他，所以就是考虑了一会儿之后，我发现可能去大学宣传是一个很对于我们来说都很合适，因为我也终于能做到一点帮忙的事情了。